我的咯，有 wait 啊，你的东西来了啊， wait wait 啊，等等啊，很可爱啊你， let's go， okay. Oh no， 不是 let's go， OK， 他咧一听到 let's go， 他就会兴奋了， sit， wait 啊， wait， OK， 这样 let's go， wait 啊， wait 啊， wait， 走 let's go， 哎呀，我看你们咧。我的头，他竟然会开门。Wait, sit, wait. 好的，今天我收到这个 Pedigree Case Device Surprise Box， 所以里面全部都是我的都喜欢的名字。Let's go， 他在敲门了，好紧张。在哪里？不在动，哎，上来了，上来了，他知道是他的。OK， 现在呢，那边就是有 Pedigree Tasty Bites Surprising Box， 到底里面有什么嘞？我电脑 ，Are you ready？ 我电脑，我电脑。很多本人哦。OK， 里面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有 Pedigree Tasty Bites 的这个 Crunchy Pocket， 这个里面有15种非常重要的 nutrients。哇，哇的，你看它外面是脆，里面是软的。真的，它里面有软软的感觉，应该里面是 chicken 来的。还有什么？还有 Pedigree Tasty Bites 的 Chewy Cubes， 哇、哦，这个一个 cube 一个 cube 这样，感觉很好咬嘞。Quality protein 的，哇，这个有很高蛋白质哎，这个叫 Pedigree Tasty Bites Crunchy Pocket， 这个是奶味的哦，应该我都很喜欢。然后里面呢也是有15种非常重要的 nutrients。OK， 现在呢我们已经摆设好了啦。OK， 马德多，你现在 sit， 这个时候呢就要用，那重要重要重要，这个时候要跟他乖乖做主，就要用 Pedigree Tasty Bites， 给威力 Chewy Cubes。刚刚我们一打开的时候，它已经是发疯了。你看，你看，你看，哇哇哇哇哇！我们的都很香啊，我们闻到的很香。哇，香哎！你要吃是不是 ？OK OK， potato head， head， OK， right hand， OK， up，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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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恭喜恭喜！啊，真的很喜欢呢。OK， potato， 你还要不要？不是坐这里，坐那边。先。potato 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应该讲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只狗可以做到的。potato， 你累了啊？你累了吗？OK， 接下来看呢，吃不吃这个 Pedigree Tasty Bites 的 Crunchy Pocket？ OK， 它的样子是这样子的，哇，很像枕头饼啊！哇，看到里面，哇，里面是鸡肉来的，给我们看，是什么呢？嗯，哇，好吃哦！嗯，看来 potato 也是很喜欢这个 crunchy pocket。OK， 还有这个也是 crunchy pocket， 不过它是牛奶口味的。然后这个 milk 的嘞，就是里面呢可以看到白白一层，应该是奶味，闻闻看，哇，真的很香哦，很香哎！哇，牛奶啊！哇哇哇，行，你还会什么招数？对了。嗯，哇，两个一起拿走，贪心呀你。OK， 接下来我要做的挑战就是，我会把这个他将喜欢吃的 Pedigree Tasty Bites Chewy Cubes 放在这边。我会先放一粒在这边，我们会越加越多，然后每一次放好过后呢，我们就会叫他不可以吃啊，我们回来啊，然后我们就走出去，回来再看到底他有没有吃，到底他会做出什么可爱的反应呢？他会不会偷偷吃呢？你觉得他会吗？他会听话的。嗯，来动，加油啊！ OK， 加油啊！ Give me five。Yes， 加油！你不得多 ，You want this？ OK， 放在这边啊。等我们回来才可以吃啊。Wait 啊。Wait。等我们回来呀。等我们回来呀。等我们回来呀。
耶！我真的不错。OK， 一个的话他还忍耐得住。OK， 现在宝德多，你乖乖坐在这边吃。喂，你这去听你的命令。喂。你不要看我，不是我叫你等了，你等你爸爸。他表情很无辜，他用斜眼看我。哇，开心啊，回来了。哇，你很快哦。还没有啊，他听到高音哎，刚刚才以为可以吃。以为高音就可以吃啊？喂，我们不如玩一场 game 了。我们来 Wonder Juice 啊 ！Wonder Juice！ 哎呀 ，Wonder Juice 没有剪刀哎 ！Wonder Juice！ 哎呀，我输了，来给你盖我一包。哎呀，打你 ！Wonder Juice！ 哇，我赢了哎！所以我的都会听到我讲。OK！ 很怀疑到底这个 OK 能不能吃。我的诺，你真的是个很听话的儿子哦，我的诺 ，good boy。你这么喜欢，你还能忍呐、啊？你很乖嘞，你。嗯，白色。我很多观众都很喜欢看我的诺，他就是这么可爱，这么讨喜的。OK 啦，所以今天呢，波特托哎，应该算是个很乖的儿子了啦，哦，他完全就是很可爱的。OK， 现在我再展现一下波特托的绝活技能给你们看呐、啊。哼，波特托 ，you want this？ 波特托 ，sit。OK，hand。OK， 恭喜恭喜。OK， 这个几多？这个几多？这个是哇哇。Good boy， 这个几多？哎呀，你讲的走音啊，对。OK， 最后一个 down， 你累了。OK， good boy。我觉得很好嘞，这个你们也可以买一个来 train 你们狗狗。OK， 这个呢，它有很 high quality 的 protein， 然后呢，这边能够确保你的狗狗呢，每一天都获得足够的 nutrients from 它的真正的那一餐，所以呢，这边有额外的 nutrients 让它补充营养咯。谢谢 Pedigree 的 Tasty Bite 送我这么多哎。OK， 平时哎，我们就是这样，有一个零食就会跟他玩一下，然后可以促进彼此的感情。你看他又来了，他这个蓝莓包又来了。你喂他吃零食啊，他就很开心，他就你看他一直舔我的耳朵，好啦，我给你。别动 ，kiss 妈咪。不要，不可以只是舔我了。不要，他找零食。哇，这个零食真的厉害哎，你看他一直在找。OK 啦，今天 vlog 就到这里啊。我看到波德多是吃到这个 Pedigree Tasty Bites 的零食很好吃啦，所以如果你们刚好也要买零食给你的狗狗增进彼此的感情的话，现在在宠物店、小型市场啊、超级市场，甚至是 Shopee、Lazada 都可以买得到的哦，可以去试试看这个 Pedigree Tasty Bites 啦，它的 Chewy Cubes 真的是很香很好吃，我得多讲了啦。不需要零食呢，千万不要把它当食物这样放在晚上给它吃啊，不可以哦。OK， 那狗狗零食呢，一天适量，绝对就很开心了，是不是？如果你还想看 Potato 什么 vlog 的话，也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诉我。OK， 我下次拍给你们看，拜拜。